又比上一个的更好操作。那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六角扳手把它转一转，它就可以移动。就是你要固定好那个它的间距啊，就这样装上去，就比较快。嗯，对。那怎么去调整它的间距？如果说要宽或紧？你也可以放在上面，然后边调整，会比较好弄。就可以直接从这边锁起来，会比较快。